Shadow Fox. 小恐龙朋友们，四十一，捉迷藏。我们玩游戏吧，乐乐说。朋友们在树林里玩什么呢？莎莎问。我想玩捉迷藏，多多说。图图不开心。不，我捉迷藏玩得不好。哦，图图，乐乐说，我们玩吧，然后你会玩得更好。图图皱了皱眉头，他踢了一块石头。好吧，他说。乐乐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。多多、莎莎和图图跑开了。图图看见一根空木头，他想爬进去，可是它太大了。图图看见一块大石头，他藏在后面。喂，图图，莎莎说，我看见你的尾巴啦。图图说，所以我不喜欢玩捉迷藏，我玩得不好。突然，乐乐大喊：我要开始找了。